家好，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那个防弹的新专辑 You Never Walk Alone 的 Live 版。那因为之前我刚拿到时候有录，只不过就是觉得录的不太好，所以我就决定重录一次。那我们先来打开看看。那我找一下我抽到的小卡，这是硕真的。他们听好，每张小卡他们的手都捧着脸。那后面是写阿米阿米内哥亚，我也不知道那什么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里面。那我买的是韩国版的，一开始呢是他们的团体照。那呢是就是 Jimmy。J-Hope 跟 Jin， 那这个是 Jin 的个人照，这也是 Jin 的个人照。那我觉得他们就是 Jin 把刘海剪到眉毛上面，觉得蛮可爱的。对，那我可能不会很激动，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次了嘛。对，那这个是 Jimmy、J-Hope 跟 Jin， Jin 嘟嘴巴。接下来呢是 J-Hope 的个人照，觉得这个文青，对，文青。文青，然后这是三个人照片，然后这张 Jimmy 不知道在对最后干嘛。那这是 Jimmy 的个人照，真可爱。那我可能只会介绍个几页给你们看看。那这也是 Jimmy 的个人照，都很帅。这个是 Bust Up， 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套路。对，那他们的团体照，全部的人都张开眼睛，然后只有炯姑是闭上眼睛的，而且只有南俊跟 Jimmy 有看镜头。这里也是他们的团体照。那接下来介绍这一页，他们笑得很开心。接下来呢是 B 跟 Suga 的照片，他也是 Jungkook 的客人照，但我觉得他这张很可爱。这张，看是他们吃棒棒糖，这是 Jungkook 星星的，然后这个是南俊紫色的棒棒糖，跟他的头发很配。南俊的个人照。看地上，我觉得南俊拍这种照片的还蛮好看的。对，那这里是 V、Suga 跟南俊的照片，这里是 V 的个人照。那么，我觉得他戴这个帽子很可爱。那 Suga 的照片，然后这里又是 V， 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穿中间穿他的 Suga， 然后这里又是 V。修改的个人照，他就是放这时候放，没有，他应该是故意的。然后他只是放错，这个应该放这里，然后这个放这里，这个放这里，这个放这里。觉得修改每张概念照都有闭眼睛，都在睡觉。然后这里是炯姑 V、修改跟南俊，那炯姑的眼睛真的很大，南俊吃着棒棒糖不知所措 ，V 笑得很开心，修改笑得很开心。接下来这张，就这张超级有团魂，就是感觉很是他们私底下那种感觉的样子。两张就被切到，好。那我们后这里先跳过，那我们先翻到后面介绍后面的。那这里是屋顶上面的南俊，不对，浩熙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刚才一时间讲错，真是很不好意思。浩熙，对。那这里也是硕真的个人照，这里也不知道又有什么套路。这里是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花样年华，因为浩熙在睡觉，他不是在花样年华里面的时候是担任什么睡，就是嗑了很多那种安眠药什么的，有点像花样年华的感觉。接下来是 J-Hope 的个人照，
拉着一个杆子，觉得这个很，这个场景很美，就小漂亮。接下来这里是南郡 B 跟中谷，然后这个又是那个电线杆。这里是 Jimmy， 我觉得 Jimmy 吃的棒棒糖，不是，我觉得也不是说不帅，反正就是可爱，对。这里吃棒棒糖。那这个是，这张是 Jimmy、Jin、Suga 跟 J-Hope， 这里是中国。耶！救台万岁！救台万岁！我举着救台的支持旗，这里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套路，对。那这里是 V 的个人照，我觉得它的侧面很美，其实它侧面是黄金比例嘛。它侧面很美，这是 B。好的，那现在是中谷、Suga、J-Hope 跟 Red Monster。这也是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镜头掉下去，真的非常不好意思。现在是南郡的，可能帅到镜头掉下去。这里是他们的团体照，那这里是 Suga 的，那我就翻快一点好了。翻到这里好，黑白的地方，对，翻到这里，他们的黑白的，为什么觉得有点像幕后花絮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特效做得很美。那我先大概翻一下。这里跳过的那最后又是他们的团体照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 CD。那我觉得他的 CD 做得很美，很有质感，就是我觉得大黑的专辑跟产品都蛮有质感的。那这个是他的背面的侧面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按个喜欢，如果想持续追踪我的动态的话可以按个订阅， Give me thumbs up、yeah. 然后就这样吧，那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